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小空调教程来啦来啦！首先，你需要一个小收纳盒，任何大小都可以，还有小玻璃杯，这里我还没有冰好。我们还要在里面放一些毛巾或者纸巾，裹一下冰或者垫一下高度，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。但是凉快的时间会短一些，我都是中午最热的时候给数的。聪明的小伙伴就知道是要两个不同大小的容器就 OK 了，很简单。你们也快去给仔仔们做一个吧，拜拜了。